一个人照顾自己，一个人都背不住啊。所以老师教啊，教我修财布施、法布施、如意布施。我说我一分钱都没有，那不好，这个生活很困难的，我哪有钱布施啊？这张家大师他一毛钱，一毛钱够，一块钱勉强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啊，我真干了啊！那发布施以后学习讲经教学啊，这是发布施啊，这个是聪明智慧啊。无一不施，因为我自己抗战期间，父亲是军人啊，这军人是管武器啊，我父亲是军械官。中校军就管武器，你就晓得枪支就很容易，家里面长长短短的枪八支，打猎呀、啊，所以我小时候练一手好枪法，就每一天至少平均打十发子弹，天天就打，打上两三年，半发不中，不要瞄准的，这练出来的嘛。所以知道学佛之后才晓得，杀生的，这考试打了三年了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欠的这个命债太重了，啊，所以也是以后有钱供养有钱，我就做三样事情：印经、放生、救济病苦。我一生就干了三样，啊，现在在澳洲还是，啊，澳洲我每一年。有24万。